我觉得我用过最厉害贴布真的就是这款石墨烯的温感精油贴。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就是莫名全身痛，反正我就是随时随地一定要让身体擦个什么，让我身体觉得比较舒缓，我才可以做事。然后我觉得以往我用到的贴布，大概就是贴上去，大概我贴不到一分钟，我就会很想把它撕下，因为就是越贴越烦躁，就是那个蜡感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让我舒服。可是我觉得这一款贴布是贴上去之后，我真的有觉得就是慢慢松开，而且它的那个温热感不是会让你觉得很辣很辣，你不能接受，就是你觉得很烦那一种，没有。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贴到三四个小时以上，但是我觉得体质就是因人而异啦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体质就是内比较寒，就是我汗也比较容易出不来，比较容易卡住，所以我就是可能常常都会觉得很痛。那这个贴布贴上去之后，我觉得它就是会让我松之外，就是它可以把我身上的一些水气啊、寒气啊是看得到效果的。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，怎么边有点起来了？我一撕下来看，天哪，就是真的湿湿的一块，一条贴布里面就是水珠。对，那我觉得我推荐给我的公婆、还有我妈妈、还有我妹，就是真的已经是。我觉得整条巷子的人都在用这个贴布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厉害。